虽说汉堡里面吃不到好牛肉，台湾唯一一家用本土的温体黄牛做成的汉堡，一口咬下去，这肉鲜嫩到会喷汁，很多民众一吃成主顾。大口咬下大汉堡，实在好满足。酱料从面包旁边流出，网上人气夯到不行的低调汉堡店，是全台湾唯一一家用温体台湾黄牛所制成的，顾客一吃都成主顾。那不错哟，那分量。分量我觉得蛮刚好的，觉得第一次感觉还不错。有的客人会跟我抱怨说，老板你们的汉堡肉怎么吃起来把整个手都弄得都是肉汁的感觉，就是可以让你满手都是肉汁。而且让老板自豪的就是这款热腾腾的汉堡排，轻轻切开鲜美的肉汁四溢，而且温体台湾黄牛的肉质鲜嫩又带点嚼劲，跟花生酱配在一块堪称绝配。除了汉堡好吃，老板和合伙人是辅大食品系毕业的，还不忘把母校最有名的双麒麟搬到店里。限量供应，只卖简单的牛奶口味，除了辅大之外只有在这才能吃得到。小小店面卖的东西不多，却样样都是真材实料。